这个投影片呢，有十几分钟。那我们开头就会看见一个画面，竟然是台风天，那就是1963年有名的葛勒里台风。我们家是1963年3月2号受浸，葛勒里台风是1963年9月8号左右啊。那请我们看，这是我亲爱的母亲主内里临近姊妹的追念聚会，1926年啊，6月3号。好，你看，3月2号，我们有属灵的大风暴，就是风云火急的故事，全家得救。而9月10号，葛勒里台风带来灾难性的雨量，我们从屋顶上拍下去。当时啊，全部都淹水，屋子里面淹了水，而且呢，我们就半年后等于这场淹水把我们了结以往了，所有的以前珍贵的照片几乎一干二净的销毁了。但是还留下最珍贵的其中之一，就是妈妈在日本刚刚生下大儿子哥哥的时候啊，这是一家三口啊在日本留下的最美好的画面，妈妈加上哥哥啊。那么当时啊，我跟妈妈跟爸爸在结识而生下来，9个月后，因着刚刚讲的圣母事件，就啊被遣送回台，妈哥哥回到台湾9个月大。那回到台湾之后，在台中啊生下了我，所以呢父母常常带着我们。那底下那一张是现在的228公园，以前的新公园，右下角那一张是我们三重家里后面啊。那么妈妈从年轻就喜欢穿旗袍，所以这次整理她的衣服啊，旗袍是啊最明显的20-30件旗袍。好，这张值得怀念，就是右边那一位，就是钱希彩弟兄，他就是发福音担当给我们的，也是两三年之久陪我们追求每天下午。中间那位是我的好朋友张正德弟兄啊，是的，我左边就是我，感谢主，我们呢、啊，就是父母亲上有他的。来，上面这一张啊，我爸爸在中间，然后右边那位啊，箭头的是我的外祖父，下面那位箭头底下的是我的外祖母。外祖父先信主，那也很精彩。外祖母后来也信主了。那右下角是舅舅，大舅舅，我有4位舅舅啊。那个祖父祖母，大家看到，还有右边啊，祖父的右边就是舅舅啊。应该在这里开始右边啊。还有郭文泽弟兄，那时候爸爸跑马公传福音呢，至少跑了20-30趟。那这就是他们也乐意把我交给主，让主来服侍主。底下是结婚，上面是当兵，右下角是我跟爸爸一起服侍一个结婚聚会。我讲完他讲，他讲的时候我翻译啊，因为他要用台语，好来帮助这个聚会。好，那么6年后我们才生下第一个女儿，那就是李守倩倩倩啊，第一个女儿。然后看到这是呢我们早期妈妈得救以后就很认真，她因为日语很好，国语弱一点，他就天天读国语，而且呢，他还呀、啊，就是琴谱啊，天天练琴，不是主。左下角是林祥辉的姊妹，从你的这里去的。好，这是我爸爸妈妈以前聚会常常形影不离的情景，特别左上角那个摩托车啊，进进出出啊，这是我们永远不会磨灭的深刻影像，衷心的感着聚会。好，这是一下子跳到1971年到1991年啊，我们开始经营沙利文系列面包。右边那个681位，记得吗？就是你用来走新路，我们开展了受尽681位的时候，那位总队长的韩郭汉要我做一个鸡蛋糕纪念，妈妈坚持一下啊。这楼上就是妈妈的住处，楼上也变成我们家族和圣徒相调的地方。那下面那一张最年长那一位就是我内人丽珍的祖父啊，丽珍的祖父。好，那这就是我们在那里啊，楼下忙的生意，楼上享受着天伦之乐。当时的孩子们都还在台湾啊，哥哥的孩子，我的孩子，自己孙子啊、哦，有的是已经孙子辈了啊。那么中间右边那位刘廖恩爱师，再来那位是刘宇士弟兄的姊妹。啊，那很难得，我们很少照这个合家欢的照片，这一张啊是很难得的一张啊。哥哥两个孩子，那是只有2个，后来是第三个啊，我的3个孩子。好，1984年啊，他们移民美国了，所以父母就去看望他们啊。1984年
父母去美国看望哥哥的孩子，我们是到1989年才移民去啊，所以那时候就守正守恩在这里。那我哥哥的家后院就是一个非常茂密的橘子，那里叫 Orange County， 果然啊名副其实啊，橘县就满了丰富的。哎，这个就是在考虑到底 ice cream 是什么滋味，我表情都不太一样啊，很可爱的一个画面啊，一脸茫然啊。好，那就是父母还在啊，在那个美国的时候，探望他们。前面那个应该是守正啊，守正。音乐现在才出来啊，抱歉。那本来的配合音乐是很好的啊。OK， 不是我，你刚刚有问题。好，那么父亲1992年因病过世，享年68岁。你看楼下跟下面那个提幅啊，看见圣徒来的非常踊跃，听说连窗户都拆掉了，有外面还站着人。那一次叫我们很得安慰。但是妈妈虽然知道他有免疫不必测，但是走得太快、太急、太早，让我们呢一直成为永远的、永恒的这个难过，但是又重组得着荣耀的盼望。因为等到有一天我们还要再见面，但是我们呢那两年呢陪妈妈走出这个伤心，所以就计划带她出门。这一张就在长城下啊，我们呢陪她出去散心。记得走到西湖的时候，一吃饭吃到那里，刚好回那一年的纪念，她突然间放声大哭，左上角就是西湖。好，也去了美国啊，看望孩子，啊，右边就是我的母亲啊，到美国看望，那是我的孩子们也移民了啊，一起啊，那个妈妈，你看恢复了她那个特殊的喜乐的啊，这个洋溢的笑容啊，那么父亲过世一年之后，主为了安慰我们，让我哥哥嫂嫂呢，竟然又生了老三。老三跟老大在我右手边啊，老大李守正跟老三差几岁？差24岁。哇，明显是要安慰我们。第二个安慰的就是啊，94年啊，守正啊在美国读完书，竟然回到台湾参加 FTTT， 在台湾2年训练，接受全职间啊一段时间。好，那么妈妈，我们带她到台湾，也到国内，哇，竟然穿个旗袍也可以这样玩，啊、穿个旗袍也可以叫飞车啊。看见他已经慢慢从阴霾中走出来啊，要全力投入教会生活。哎，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啊。我在后面守护着啊，做巴力大。感谢主，哈利路亚！凡事信靠主，因主得胜。就是当时我们呢，竭力的让妈妈能够面对所有挑战啊，能够好好的迎接更灿烂的人生。因为基督徒的路是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后来94年再去加拿大，又去佛罗里达，可惜没有拿到很多照片。下面你看到刘穗弟兄那次还特别啊陪伴我们全家出游啊。上面这位苏珊娜，等一下你会听到她的见证，非常甜美啊。苏珊娜姊妹，黄淑珍姊妹啊，楼下啊下面。好，这一张你看见没有？中间就是张香哲师母。啊，这在我们家门口啊，我们的后面就是我岳父啊。那么，这一个呢是在夏威夷第一次见到了我侄儿的这个将来的太太啊，就是那时候这位如丽姊妹。哦，这是我们到日本去啊，这位荣义俊弟兄夫妇当时在日本，还有东弟兄啊陪伴我们。荣义俊最近才啊做这个总领事退下来啊。那么再来是啊，这张是很特别，刚刚不是说在邮局做事吗？这一位就是邮局的新局长，他是谁呢？是老局长的孙女，他们是世袭制度，局长啊一路世袭当下去的。接下去是我的侄儿结婚，宣读奉献书。右边你看，梁鸿佑弟兄、陈鸿钧弟兄、刘全和弟兄为他们按手祷告。所以今天陈弟兄是我们的结论者啊。那么在这上面那两对就是我的3舅舅、4舅舅啊，来祝福我们。那好，你看，我妈妈的右边就是啊林柱进弟兄的母亲，林秀华姊妹的母亲和她的嫂嫂等等。左上角就是我们王台光弟兄。好，上面这一张中间的就是张武成弟兄的师母，右边那个就是张武成弟兄的儿子。好，底下这一张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所有老三重都认识他们，沈师母跟赵师母。
好，右边又是啊，跟祝敬弟兄的母亲啊，刚是在那。哦，这位就是右边沈雅各的母亲沈师母和赵志清的母亲赵桃什么盛华。哎，感谢主。那这一章呢，就妈妈从这些婴儿出来以后，就全力投入教会生活，诚心立位，特会七条，外出相调，训练等等，无一不语啊，真是完全得着复兴。好，请看他诚心的时候这么认真，慢慢的用放大镜也要让主的话照常显大啊，就是能够天天诚心，哥哥都陪伴在旁，这在妈妈的客厅里啊，周周有小孩聚会，这是小孩聚会啊。然后呢，这里你看所有去聚会相调的都留下美好的画面啊，留下美好的回忆啊。这一张就参加侍奉七条，姊妹侍奉七条。那接下来这一张是啊，福音队的游行，2008年，右上角我们一家都到齐了。然后这一张是到乌来相调，跟三重圣徒啊相调连连相连紧紧啊。那么这一张是我们到三林溪之后，我们家人跟母亲啊在那里凉亭下来拍的这张合照。啊，这一张是到茶园啊，应该是哪里的茶园啊？香调的一口啊。那么这是在小区的爱宴，琳琅满目啊，丰富无比。这就是我们爱宴，人人摆上一道，却有丰富的享受。妈妈也深言，你看啊，深言分享，风采啊，真是不错啊。感谢主，她平常的聚会中很少讲话，但是感谢主，她可以讲话。那么还有妈妈也跟人家做游戏相调，下面这一张很珍惜，你看陈红军弟兄、蔡伟弟兄，上面是右边就是张启正弟兄夫妇，张师母、张姊妹今天也来了，启正弟兄前天赶回北京了。OK， 那么上面这些都是相调再相调，我们呢生命就是相调的生命，脱离孤单，调在身体里，相调就是活路，我们呢倒也要倒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这张来非常不容易。吴有成弟兄、林宏弟兄、陈哲全弟兄，还有那个洪永全弟兄，竟然来看望我母亲，一起享受家里的爱宴，就是妈妈的餐桌啊。那圣徒来访留下记录，右上角是我另外一个表妹，也信主爱主了，现在也在场。那么呢，左边是我的亲家等等啊，胡元新他们也来了。还有，这是大陆来访弟兄姊妹，照样留下美好的身影。我们是一个身体，不分南北，不分东西。大陆来访，我们喜乐相调。常常我们楼上还有接待，四个接待房会接待他们。另外，和喜乐神的众儿女，我们相调再相调。右下角王善正殿，右上角最后一批看望我们的，就是刘全和师母，加上他的孩子。还有老公范等等，李平华夫妇啊，那么这是儿女儿孙回来看望妈妈啊的情形，这是哥哥的孩子们啊，这是哥哥的孙子孙子，这是哥哥的二女儿守恩也在场，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守恩跟他的小女儿啊，现在。那时候常常回来看妈妈，你看儿子跟女儿都长大了，现在啊，当时还小。那这是我的这侄儿的两个儿子啊，越来越高，现在都比他高了。那这是啊二女儿守恩啊，跟呢、啊、这个他的大儿子啊，这是他们的亲家，今天呢我看到也来了啊，谢谢他们啊。那他们亲家也好，这是我们呢陪妈妈，她最喜欢吃日本料理旋转寿司，我们在外面排排坐等吃寿司啊。接下去是我的孩子们，这是我的老大啊，那个手倩李手倩啊，他也在美国，因为他带着军职，马上这个月底才要退休，是海军，所以来不了。那是他的丈夫啊。我三个女儿嫁三个颜色，老大嫁白人，老二嫁给这位左边啊，这个台湾人，台南人啊，台南新营吧啊，然后新化。然后呢，这是三女儿，你看三女儿嫁给红中黄黑白都是耶稣所喜爱，这是我的黑女婿可
爱的黑女婿啊，他叫 Andre 啊 ，Andre 啊，来啊，相调愉快。他上两个月才回来住一个月，所以这次赶不回来。你看，陪着妈妈吃饭啊，非常可爱的女婿。然后你看，女儿女婿两个黑跟白啊，难得同框啊。可惜黄的就我们代表了，他不在啊。双胞胎女儿，看到儿子这么左边女儿双女儿是这个就是 Amelia。两个双胞胎儿子，我一下子还叫不出名字啊！啊，宽容宽耀，我是英文的 英文叫做Henry 跟 Charlie 哈。这你看这个老大女大女孙女啊 ，Amelia 永远这么可爱，洋娃娃啊。那么好，接下去呢，妈妈慢慢身体衰一点了，不能出国了，无法出远门，所以哥哥跟我还有我们呢家人呢能够就近陪伴，常常带他去踏踏青，到啊山上，这应该就是叫做什么小平顶，到小平顶地去，然后陪妈妈去吃点海鲜，吃点东西，这就是叫做渔人码头啊，总是尽量陪伴妈妈，妈妈可以说天天欢喜。我们那时候带妈妈，只要她能吃，我只要有空啊，哥哥总是开个车陪伴我们上山啊。然后你看左边这张笑得多开怀啊，在小平顶上那一张美丽的建筑，我们家看出去就可以看到这一个非常漂亮哦。上面这一张就是我们刚过世的林弟兄金安弟兄的上面那一张啊，你们看见他们全家福啊。下面这一张你看蔡伟的姊妹刘穗丢陪我们吃饭，在我们家，那这是我们呢梁志伟弟兄夫妇他们一家跟我们呢一起过年。好，何等喜悦莫过于弟兄相爱，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呢兄弟两夫妇一起陪伴妈妈走过末后的岁月安详的晚年。感谢主，我们就想起了等再见，你看多有风度啊！他那时候已经失忆却不失智了，还是有睿智的味道啊！感谢主，这是我们在住院前一个月，我还陪着他出外办事啊。那么办事在那里留下这个景观，感谢主。然后接着呢，就慢慢步入晚年。最后一张刚刚说过了啊，就李平华的兄，还有刘全和叔母带上女儿等等，他们来看望，还有李文天弟兄也在。哦，这是妈妈。入院前的最后一个早餐，你看见他是很勉强的，却很沉静的在那一口一口吃他已经吃不太下去的食物，事实上都没有吞下去，咬一咬等一下都会吐出来，就因为这样而体弱衰了，就住院的前三天就昏迷，那时候我在以色列接下去呢他醒过来又有二三十天，最后一个礼拜才昏睡。你看哥哥，你看见口把口全力以赴，全心全力的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母亲，这是好几张我拍下来的镜头，哥哥不忍心放太多那看见你看好像今天剃刀剃的遍地一样我太太压着母亲哥哥这样好了。最后我这个侄儿的创意，他说还有一个小温馨提醒，为了服侍主要身体健壮抱照顾自己的身体，现在让李师母我母亲来做一个健康操的示范这是一个悄然的一个机会，看着电视在学习健康操，他就跟着健康操起来了，看着多可爱，这就是他一生认真努力向前的故事，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而且还蛮有韵律感的真的是可爱的母亲，叫我们永远留怀念，而且留下这画面，让我们印象更阳光一点，更喜乐一点，更满有盼望。不止操练身体，艺术还少，要操练精神，凡事都有意思，就要成为得胜者。得胜者，据尼牛说，神呼召我们得救，还呼召我们得胜。来，一起读，但一人的路径好像一年光芒，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只有唱着，亲爱的李师母，我们等候主前再见面，再相见。愿主祝福大家，阿门。谢谢。